喜欢戴首饰的伙伴都知道，首饰如果不清洗，看起来就会暗淡无光，有些看起来还会很脏。贵重一点的金银首饰，大家都会选择去店里清洗，但是常去店里清洗又很浪费钱，特别是又不放心，害怕会缺斤少两。其实呀，我们完全可以自己清洗首饰，只要你掌握好方法，也会洗得又干净又闪亮。下面呢，就教给大家清洗首饰的方法，用5克的盐与10克的苏打粉，盐与苏打的比例保持在2:1，加上1滴洗洁精，加入水兑匀搅拌，把需要清洗的首饰放进去浸泡40分钟左右，然后再用小刷子把首饰整个刷一遍，最后再将它彻底清洗干净就可以了。想要保养首饰的话，你也可以用盐和醋兑成洗洁剂，用它来擦拭纯金的首饰，可以使其看起来充满光泽。另外，如果大家不戴金银首饰的时候，建议不要将它暴露在空气之下，不然很可能会产生氧化反应。可以找一个小袋子，将首饰放进去后，再排除里面多余的空气，这样就能够起到阻止首饰发生氧化，出现变黑变色的情况了。这些方法不仅非常实用，而且还很方便。如果不想花冤枉钱，你就可以自己在家尝试着清洗一下。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，如果有些洗涤剂当中是含有漂白剂成分的，这样的洗涤剂一定不要用来清洗首饰，不然这很有可能会使金银发生化学反应。因此呢，自己在清洗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之后再选择。当然了，苏打粉、盐、醋是不会发生反应的，可以放心使用了。